大家好，我是滚滚。走了好久的路，终于让我走到新村了。快看，这里的梨花全都开了，成片成片的，可漂亮啦！如果你想要感受一场浪漫的梨花雨，那一定不要错过阿坝州金川县。这里的梨花从三月中旬开始绽放，花期会一直持续到四月初。金川的梨树生长历史悠久。对了，如果你有喜欢的人，也可以带他们来金川哟，因为这样的话，一不小心你们就可以走到白头啦。好了，今天滚滚也有给大家准备金川的赏花攻略哟。